在北京当兵的时候，你这行吗？你颠到院里去，来来，那院里空气好。来，不是，走，颠到树底下，树底下。嘿，这破孩子，你越吃越胖。别放这儿，别放这儿。不着急，等一会儿，冻着呢，等化了再吃。这孩子特馋，喜欢吃甜的。逗逼逗，十点了。还没吃呢，又困了。这块蛋糕吃了三天了，第一天吃到这儿，第二天吃到这儿，第三天吃到这儿。字当回事儿，据说他的书法可值钱了。这半天还是忍不住，我闺女，再给他一点。我闺女可馋了，小女孩都馋，我不能吃太多的糖，但是这我信神的姐姐老过，拿你碗，真乖，你看他会举一反三，拿来，拿你碗，真乖。他即使没碗了，他会把像碗的东西都拿来，是吧？都是苏联那巴甫洛夫说叫条件反射，动物有思维，而且会举一反三，比人都强。他会联想，举一反三。乖，不拿了，空了。下回阿姨再来，爹再给你，是吧？他懂举一反三。太阳出不来了，又要下雨。母蚊子，你会给爹收被子吗？会收吗？不舔这个，丢人，不舔，睡觉去吧啊！爹一会儿还给你举一反三的狗。